记者罗子欣综合报道。34岁日本女团 SPEED 成员上原多香子8月遭曝偷吃彼此前夫3年前外遇男星阿布力，还说要一起生小孩，闲时对话将老公羞愤不已，最后决定寻死。她8月完成舞台剧工作后即停工避风头，经纪公司虽没解约，但她这段时间也真的没工作邀约，零收入让她生活拮据，无法继续住在原本住的高级大厦，上月底已另租便宜公寓和男友高山汉也同居。据日媒女性自身报道，她在偷吃事件曝光后担心外界眼光，没有和男友同住，但因为最近生活拮据，为节省生活开销已退租原本的高级大厦，找了房租较便宜的公寓当爱巢，和男友甜蜜同居。据悉因剧作家男友的收入也不多，两人都相当省吃俭用，也正因如此目前还没有结婚计划。自由电子报关心您，自杀不能解决问题，勇敢求救并非弱者，社会处处有温暖，一定能度过难关。上原多香子已退租原本的高级大厦，和剧作家男友高山汉也同住便宜公寓。翻摄自 Naver， 上原多香子8月结束舞台剧工作后被媒体堵到，4度鞠躬后就开始神隐至今。翻摄自朝日新闻。